二的类题改成这个，求间距呢四十二度二十八分等于多少？那我们根据刚刚的经验，我必须找出几个条件来。第一个是间距四十二度，请你告诉我几分？二十八分小了，二十分。还有找一个间距的四十二度比二十八分大，找几分？三十分。好，这两个查表一下。老师这边呢，查表查出来。四十二度二十分，我查出来是零点九一一的时候，你们有印象吗？九一是哪一年？一九九九是不是？我记得好像是十一年前吧。你们应该出生了啊，这个没什么印象啊。本来那个九一发生的时候，老师还以为那个是电影的宣传，可是我还发现它是在那个新闻频道里面。我觉得那个第一个感觉就是说，是不是发生世界大战？来，第二个四十二度三十分差了多少？零一九一六三。好，一样的方式我去处理，画一个。位置出来，上面的话我写值0.911，我要找的是四十二度二十八分不知道，所以叫 S， 然后在0.9163，0.91的角度是四十二度二十分 ，X 的话是四十二度二十八分，0.9163的话是四十二度三十分，所以让小段跟小段比。小段比上大段跟小段比上大段，这两个是不是一样？一样的哈，所以我来写一下 ，S 减掉0.911除以0.9163，减掉0.911，会等于小段的话是四十二度二十八分减掉四十二度二十分，分母的话是四十二度三十分减掉四十二度二十分。所以解的结果 ，S 减掉0.911，去除以这里应该算多少？0.00，等一下哈，9163减掉91，0.0053嘛哈，0.0053，好，所以等于这里分子一解的话，剩下几分？剩下八分，剩下几分？十分，所以 S 的答案就等于0.911加上，我们刚是把十分之八看成多少？0.8嘛，对不对？可是0.8去乘以0.0053，好，这个算出来值多少？来算一下，这值算出来应该是0.9154，0.9154。那如果我取近似值的话，取到四位的话，多少？0.9152，所以我们找出来只是0.9152。同样这个问题，老师也要来说明一下，跟各位之前在学一至三背公式的时候一样，你发现黑板上在讲解写公式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简单，可是这边的表格你画出来，自己实际上就动手算过哦，否则你可能自己在解题的时候会发现说。老师有讲小段比较大段，小段比较大，但是在比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比错误的哈。然后怎么解的过程里面，应该是最后展开交叉相乘的地方，你要特别留意那个正负符号值而已。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例题，那你把它补充一下，